哇，可以啊，沈叔叔。沈叔叔就为了上这个节目练的，是不是？真的弹得好，弹得好。艺兴都就你看艺兴会谈，但是跟没法跟他比。对，根本没法比。 而且他能弹出弦乐，不仅有吉他，还有别的乐器在里面。我喜欢他，就是他能够把握住那个力度，感觉又拨了弦，但是又不发出声音，不会影响到音响的那种。很均匀啊。就是他就是力度把握得好。对。就弹出了音响。这是才华，这是才华。 不是，这怎么还有和？怎么还有别的伴奏呢？早说，我们跟妹妹在旁边配合你。他演着演着，大弦乐进来了，这怎么是个乐队呀？这个是啊。我得搜纯吉他曲儿。得叔叔，无人机过来了。 我建议音响倒回去，我们再来一回。不是，无人机在呢，无人机在呢。<笑>不是，这已经换，全是吉他已经没有了。<笑>吉他已经不在这曲子里面了。什么叫关键时候掉链子？哎呦，我真的是闹心死了，服了。<笑>